大家好，我们在这个路边这里发现一个洞，很像一个心形。看这个洞里面啊，被那个烟熏得黑黑的，以前可能是有人住。我们现在准备进去上去看一下。这个洞口这里有一幅墙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砌的墙。那上面也有一幅墙，圆圆的，不知道能不能上去。以前这里应该是有人住的，看一下能不能上去。这里有个大门，是不是？这里有个门，门头上面这里有个，这个石板上面有一个坑，这个应该就是以前那个时候装门用的。上面有一个，这里也有一个坑，就是以前那个门呐，这样就装上去。哇，这里面很宽，以前应该是住了很久很久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洞顶上面，全部是被烟熏得黑黑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火塘，因为没有带灯的原因呢，我们就这样看一下。我们等一下在洞口用东西分一下，看看。这一个洞，哇，能住很多人哦，能有几百个人吧。看这个大门，这个大石头，哇，很大。这里是小洞洞，干什么用的呢？是不是以前防洪水？和那个墙眼，有三个小洞，这一排有三个小洞洞。像那个一个心形，但么是不完整的心形啊，有一半，一个桃心的一半。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些上面全部是被烟熏的，黑乎乎的。大家看一下。